今天呢，我给您说一段外语相声。哎，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英文。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here to enjoy the performance of Crosstalk. Before the show, I remind you to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and the camera.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Hi, 大家好。大家好。Now, 大家好。我是 Tina。我是叶国。很高兴给大家表演相声。They are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Yeah,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平时呢，我们就爱说个绕口令。Yeah, they like tongue twister very much.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罢了，白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胖了，兵了，兵了，胖了，奔了，北了，跑，胖了，兵了，胖了，把了，标了，兵了，碰，标了，兵了，胖了，碰了，胖了，兵了，炮。Goodbye。回来，回来，回来。这绕口令你怎么不翻译了？这绕口令就有难度了。这绕口令我要说出一个，你们也不会翻译。我们能翻译，是吗？没问题啊。那你听这个，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冲乱炖，胡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你这吃饱撑的吗？这怎么说话呢？不是你非得炖着吃啊？那你的意思呢？你熬着吃不行吗？不行，翻译这绕口令啊，翻译就得是炖。行行行，那我们这样，我们把绕口令翻译成俄语。俄语，没问题，一句一句翻译，一句一句也没问题。好好好，翻吧。你刚才说的那食物是什么呀？我这很简单，豆腐。哦，乌克兰没有豆腐，俄罗斯连豆浆都没有。我怎么摊上这二位了？是是，那不行，就得豆腐。俄语豆腐怎么说？豆腐，这不跟没翻一样吗？翻译了，这怎么翻了呀？中文是豆腐啊，俄语是豆腐。哎，我好像幻听了，这不还是一样的吗？别，我这不是豆腐啊，是是，我这是冻豆腐。哎，冻。我问问你，你问什么东西搁俄罗斯它不是冻的？哎，对。我竟无言以对那不行啊，咱就说冻冻俄语怎么说？怎么若是那样冻豆腐？怎么若是那豆腐？我怎么刚才听着是怎么都是豆腐？不是，那咱接着来啊，接着来。这冻豆腐呀，它是炖，这炖俄语怎么说？冻乌克兰没有炖哎呀，俄罗斯煎炒烹炸焖炖熬溜都没有。那你怎么这么熟啊？啊，那不行，就得说炖。炖俄语怎么说？варить。炖冻豆腐。варить。怎么若是呢？豆腐。那行了，那你这绕口令能行了啊？行。上半句是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啊？怎么翻译 ？You can。啊。варить。怎么若是呢？豆腐。怎么办 ？Just do it。Just do it。啊，对，不是，还有后半句呢。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冲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You can варить замороженный 豆腐啊 ，just do it。他说了 ，You cannot варить замороженный 豆腐。这怎么办 ？Say no，Say no。哎，对对对，这好。哎，行了，我们翻译成功了。哎，行行行，别，什么乱七八糟？哎，家宝，诈骗知道吗？这是。我想啊。啊。你呀，跟我们两个老外说一段相声，哎，这多新鲜！就靠那绕口令啊！你们说什么相声啊？说中文的，说外语的呀？中文的呀。你们俩这中文合格吗？就敢跟我说相声？那你听这个啊，小明，我的钱包好像没了，到底没没没没没？请问小明的钱包到底没没没？小明，昨天跟你一起吃饭的是我妈妈，我妈你大爷我妹。请问和小明吃饭的是谁？小明，那胖子是谁？我的妈呀，我爸！请问那胖子是他妈还是他爸？
再听这个啊，你先说吧啊。咕咕咕盖有油，咕咕咕盖有咕咕。我给你拿筐去啊，我看你要下蛋。我说的多清楚啊！你说的什么呀？盖盖盖过有油，盖盖盖过有盖锅，这又改锅了。你到底说的什么？我说的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哦，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那刚才都是方言。哦，方言连起来就是广东话啊，过过过盖有油，过过过盖有狗锅啊。温州话，过过过盖有油，过过过盖有狗锅啊，狗锅。哎，叶子，哎，你一定得从养鸡场里出来，好吗？啊，不是学方言吗？我方言那只是一部分。嗯，想学好相声，那你得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文，那我先问问你啊，你问吧。中国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你都知道谁是代表吗？嗯。唐宋八大家你说得上来吗？啊，南宋四大家、元曲四大家你知道是谁吗？嗯，什么公元纪年法、天干地支纪年法你都听说过吗？嗯，中国化学明白了吗？学明白。你北京人吧？啊，什么叫掉腰子？什么叫掉链子？什么叫地起根？什么叫无忌六兽？什么叫默默了？什么叫料高打有？什么叫咕咕咕嘎呀咕咕咕嘎呀咕咕咕咕？不是你们俩这套倒挺熟的啊。不行，他这个文化也是一部分，你这个相声的素材都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呀。你们了解中国的生活吗？就拿我居住的地方胡同来说，那最好听的就是吆喝。磨剪子嘞，抢菜刀，这就是没有生活。这怎么没有生活呀？现在胡同哪有这个吆喝？没有吗？现在听的啊，那都是这个什么呀？兴起油烟机，起派文山，起油烟机嘞！哎，行行行行，嗨行，快刷窗！哎，行行行行行行。哎，哎，你以前干过这个吧？啊？体验生活嘛，是，我就怀疑他是早上朝进醒来了啊，是吧？我跟你说啊，体验生活，你没真住进去，这真住进去，胡同里边冷着呢。哎，没事啊，我们俄罗斯人不怕冷，你们不怕冷？我们有一句谚语叫“寒冷使人年轻”，寒冷使人年轻。我爷爷今年78了，高寿了，出门冻得跟孙子一样，年轻啊！哎，我立住，走，哎，反正啊。以后你少回你爷爷家啊！哎，我哪有这么句话呀？我就跟你说啊，胡同就是好地方，好地方呢，出行不方便，买东西得走出去好远呐。你说的这个是过去哦，现在只要你有一手机，嗯，别说在胡同了，怎么着，在哪儿都一样。哦，出门银行卡不用带，嗯，现金不用带，是，手表不用带，嗯，钢琴不用带，你出门还背钢琴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现在出门开车连车都不用带。那为什么呀？我没车。嗨，没车你说的什么？你没车共享啊。哦，共享。我出门啊喜欢共享，啊，是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嗯，共享充电宝，嗯，共享雨伞，啊，共享袜子，啊，共享头套，啊，共享假牙。哎，别说假牙还共享啊，好使着呢。行，你自己留着吧。哎，啊，我说你们俩这老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别以为我们就知道中国的功夫长城，我们还研究离骚诗经。哎，谁说中国人现在都梳辫子，你看看现代的大都市有多繁荣。Made in China 现在是日益升腾，蒸蒸日上，无愧于它的名号东方巨龙。哎啊，现在咱仨能一块说相声了吧？虽然有掌声还是不行。怎么还咱们刚认识还没有默契呢？哎，中国有一句话，嗯，叫说的不如唱的好听。那你的意思是咱们三个唱一把不就有默契了吗？连说带唱啊，嗯，来国际化的这个 rap 怎么样？好 music。
Welcome to 北京 Hello China、yeah. 国际范儿的首都，到处是文化。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儿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挨着我的家，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过节了，他一日三餐我都咸菜，就是大碗茶。几句老的歌词勾出如今的变化，这就是北京，这就是我的家。我去过天津卫啊，是个国际大都会，是人家地灵风景美食让我很陶醉。啊，曲艺之乡啊，是名家荟萃，拜师学艺要刻苦，不能空手而归呀、啊。这小子学艺很用心啊，我是很欣慰。是单弦大鼓、石吊坠子，是嘛也没学会，倒是煎饼果子、大麻花，他们吃了一大堆呀、啊。不是我不学呀，说相声太累。喇嘛、塔嘛、哑巴、喇嘛，到底谁跟谁呀、啊？你们也别怕苦，是你们也别嫌累，咱们一起努力把这曲艺学上一回，争取相声大赛舞台上拿个大奖杯。哎，好好好，这回咱们仨人就能一块说相声了。还不行？怎么还不行啊？你有一句话没说清楚。哪句呀？咕咕咕干哟，咕咕咕干哟，咕咕。又想起来了。